有一种可以让我们月瘦五公斤被誉为脂肪杀手，而且可以让我们每一天保持健康的秘密武器呢。大家好，我是 Lisa 王丽人。认识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有一段时间我还蛮肿的哦。身边的朋友就会跟我说 Lisa 你看起来有点像大妈。那时候我真的是警觉到我自己的体态有肿起来，我只要吃一点点东西它就会囤积在我的身体里，加上我的年纪已经不小了，所以听了之后很难过。我试的有运动减量，我吃的一些的食物，可是就是会有停顿期哦。一些专业的人士们就跟我建议说，可能是因为我有吃到药物里面有类固醇的关系，那可能我的身体没有办法代谢，所以这样子也导致我虚胖的现象。那再加上可能压力大就是我们的荷尔蒙失调，循环变不好，我就是没有办法每天固定的上厕所。那时候询问了很多，然后也听了一些人的介绍，终于呢有一位专业的医师介绍我了一个我觉得非常棒的商品，那就是糖益清。日本冲绳专利的苦瓜加上世界专利的红曲，那这两样东西对我来说有让我的体态变得非常的好。其实苦瓜大家都知道它是脂肪杀手啊，然后它有丰富的纤维还有苦瓜素，所以可以让我们的肠胃比较容易蠕动，让我们的循环会变好。红曲呢，它可以平衡我们的血糖，我们的代谢就会变得比较好，你的身体就不会囤更多的脂肪，你就要快速的变纤细咯。苦瓜生态里有含钾元素，那钾元素可以帮我们平衡多余的钠。我非常非常容易水肿，可是当你的钾元素有足够了之后，它可以帮我们代谢更好，这样子呢也可以让我们的水肿的状况可以慢慢的消除哦。大家都问我说我怎么使用糖益清，那我都是会饭后来使用它。使用了糖益清一个礼拜之后，我发现上厕所的次数变正常，基本上就是每天固定都会上厕所，就让我的小腹便没有了耶。它有一个好处是，当你使用了糖益清之后呢，你就会发现你嘴馋的现象会没有了。我在3周使用了糖益清之后，就瘦了4公斤。我是 Lisa 王丽人，我今年44岁，我可以，你也可以。